啊，互联网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二零二零年三月、啊、二十日，我是金象主讲老师郑鑫，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课堂青春教育的 Python 公开课。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课堂 Python 公开课。啊，我是青春教育的联合创始人，以及是 Python 课程与研发的教学负责人。曾就职于 OPPO 等一线公司，具有多年编程经验，精通 Python，最擅长的是 Python 与啊 Python 的爬虫与反反爬。然后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课题的话，就是一个爬虫案例。 然后、呃、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目标目目标网站就是这一个，啊、呃，前面的话我们我们也我们今天就来爬这一个唯美个，啊、呃，然后在爬之前的话，我想了解一下有多少同学是了解过爬虫的，又有多少同学是啊、呃、没有接触过爬虫的。如果你有了解过爬虫的话，学习过爬虫，你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如果没有了解过、没有接触过它的同学，你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啊、呃，或者零基础的也敲一个二，我看一下有多少同学是零基础的。 啊，没接触过，不了解，还是有些同学是零基础的，对吧？啊，如果你是零基础的话，那么你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一节课的话就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啊，只要你跟着老师的一个思路，听懂并掌握这一节课的知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课后的话，你也可以拿着拿着我的一个录播视频的话去啊，跟着代码敲一下，念一下，这样你完懂完全学学懂这一节课的话，没有任何问题。 嗯，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吧，这节课我们要爬的是这一个。如果你不清楚爬虫的话，啊、呃，我解释一下爬虫。爬虫的话，它并不是昆虫，它是一种脚本啊、呃。它这种脚本的话，它能模拟我们人去请求网页上的一个数据，然后把网页上的数据提取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下载啊、呃。它就是模拟我们人的一些操作，对吧？啊、呃，像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讲的是爬取这一个美女图片。 像这一个美女图片的话是有很多的啊、呃，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我们今天爬的话，爬这一个网站的，我们随便点一个帖子进去啊啊、呃，因为它的一个速度比较慢，所以我这里的话点了一个提前已经准备好的了啊、呃，提前准备好的，然后我们可以去爬一下，就是这一个啊、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话，那么我们就放这一个吧，就这一个刚刚点进来的。 啊，点进来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如果我们是啊人的话，就我不会技术的话，我该怎么去爬这张图片啊？不会技术，我们一般都是点击一个右键，对吧？然后点击一个图片另存为啊，另存为另一个地方，就把它给下载下来了啊。这样的话，只能一个一个的去弄。 一个一个的去弄啊，但是真实的我们去爬的话，我们肯定不能啊这种手动的一个一个去爬，对吧？如果一个一个用手去下载的话，那那么我们这节课又就没必要去讲了。以及你下载的话，你会很慢。像这里的话，会有很多的东西啊，有我们七页，对吧？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七页全部给它下载下来啊，批量的就写好一个脚本，就就点击点点击运行，然后它就自动的帮我们把这一啊这七页的图片全部给它下载下来。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讲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我们来看到一个代码，我们来准备一下，来敲代码这个地方啊。在我们敲代码之前的话，就我们爬虫的话，不建议一上来就敲代码。学学习我们爬虫啊，第一件事的话就是重要的就是去分析我们这一个网页，因为我们要采集这些数据，要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这一个网页对吧？啊，我们应该是请求这一个网址就能拿到这一个网页，然后这个网页里面有我们的一个图片对吧？然后我们可以把图片给保存下来。 但是在我们这里，啊、呃，这里的话是我们人的人为的一些操作，直接请求，然后下载就能保存了，啊、呃，接下来我们用代码来演示一下。代码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安装一个啊、呃、工具了。像我们人的话，使用是使用这个 c r o m 浏览器直接访问网址得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对吧？啊、呃，但是 Python 的话，它没有我们这种 c h r o m 浏览器，但是它有其他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啊、呃、requests 这一个库啊、呃，这个库的话，这个工具我们要用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安装一下。安装的方式的话就 比较简单，呃，安装我们就直接给一个 pip e install，呃，听不到声音吗？听得到声音吗？呃，听得到声音的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吗？pip，啊，喂喂，听得到声音的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听不到的话你敲个二给我看一下，都听得到是吧？啊、呃，没声音的话刷新一下，没声音，刷新屏幕，刷新一下网页。 网页啊，然后是这一个，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先去安装，对吧？安装之后我们才能去使用。所以我们在下面，注意是在下面啊，这个 terminal 这里点点击一下之后，它会打开一个新的框框，然后我们敲击一下回车啊，这一句话 pip install requests，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下载好了啊。我这里是提前下载好了，所以这里会提示我，提示我已经弄好了，所以我把这个给它剪掉啊。然后这里的话，我把这一句话给它复制一下，我丢到这后面来。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刚刚是一个 pip install。 requests，啊，requests 安装好了之后，我们去导入就好了。import 我们的一个 requests，i e q u e s t s，然后我们啊直接去请求一下，好吧？这个地方我们先给一个网网址，我们这个地方网址的话是一个 url，啊，然后我们把网址给它复制过来，就是这一个，我要去请求这一页里面的一个图片，把它给复制过来，啊，复制过来，网址复制过来之后，我们要发送一个请求，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 requests 点上一个 get 请求，啊，然后前面的话我们给上一个 response。 response，然后给一个 URL，给一个 URL，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得到了，得到了这一个数据，然后我们在下面去打印一下 print 我们的一个 response，啊、呃，这个地方我们会发送一个请求，对吧？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先去把它的一个网页给打印一下，然后这里会有两步，第一步的话是啊、呃、请求请求网址，请求网址，下面的话我们是打印请求啊、呃、打印网页数据。 数据对吧？这个地方我们给它运行一下，运行一下，run 一下，啊、呃、，run 一下之后，我们就会能看到下面的话就会打印出内容。但是这个地方的话，打印是出现了一个问题的，啊、呃，有没有同学能能清楚这个地方是为什么会会是这个情况？啊、呃，像这个网址的话，根本就啊、呃，根本的话，它这个地方。 啊，就不是我想要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四零三佛并的啊，这个的话是一个四零三被禁止了，就反爬了啊。这个反爬的话，我们想一下浏览器的话，它能得到这个网页，但是我这里为什么得不到这个网页啊？这里的话就遇到了一个反爬，所以我们要去加啊加反爬的一个参数啊。我们该加什么样的一个反爬？是加 headers 吗？你你怎么知道是加一个 headers？啊？ 这个地方你可能就啊、呃、触及到触及到触及到知识边界了啊、哦，这个地方可能就不懂了啊、呃。其实不管是加 headers 还是其他的一些反爬的话，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网页中去找到它的一个啊、呃，找到他的一个线索，找到他的一个线索。像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向别人这里发送一个请求的话，啊、呃，我们请求的是这一个对吧？它这一个 preview 的话是我们这个网页，然后这个 response 的话是返回网页里面的一个数据，啊、呃，其实我们得到的就是这里应该得到的是这里面的这一个数据，但是我们没有得到，没有得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前面这一部分，前面这一部分我们缺少了哪一些东西？像下面的话有很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request，啊、呃、，request 的一个请求，啊、呃，前面。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前面用的是一个 get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 get 请求啊、呃。除了我们的一个 get，其实还有 post、delete、put 啊、呃，以及 options 其他的一些选择。像我这里遇到的是一个 get，所以我这里给一个 get 啊、呃。如果我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一个 post 或者是一个 delete 或者是一个 put 啊、呃，那么我这里请求的时候应该用一个什么啊、呃？这里有同学能回答我吗？这个地方啊、呃，这个地方我们常见的是一个 get，还有一个 post，post post 是提交。 啊，get 的话是请求，啊，这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啊，我都已经把答案说了，还是没人知道吗？这个地方，啊，如如果这里写的是一个 post，那么我这里请求的时候用一个 get 请求，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有人知道吗？啊？ 这个地方有人知道吗？没人知道吗？都是都是零基础的，那那就没办法了。可能今天这一节课的话，零基础的同学比较多，那么我讲的话就讲慢一点，讲慢一点，对他就会报错啊、呃。因为我们请求的一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个 get 的话，这里这一个 get 并不是我随便给的啊、呃。你们在写的时候也不能随便给，你应该去分析网页中，就啊、呃、就打开我们这一个开发者工具。注意，首先的话是打开我们这一个开发者工具，点击一个检查，我们鼠标的一个右键。 右键点击一个检查啊、呃，然后点击到这一个 network 这一个地方，然后给它刷新一下，再点击上面刷新，点击上面刷新啊、呃。这里的话，我们继续往上面翻，然后去点击到第一个，因为我们获取的应该是这一个网页对吧？啊、呃、，response 是它是它的一个响应体，像我这个地方给的也是一个 response，其实就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内容啊、呃。然后这里请求的 preview 的话，就是展示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这个效果只能在浏览器中看到。 啊，然后这个 headers 的话，其实是我们请求啊请求的过程中携带的一个参数。如果我们得不到数据的话，啊，就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反爬。反爬的话，就是服务器会检验我们有没有这些参数。比如说这个 user agent，啊 user agent 的一个内容的话，其实就是别人提示我们啊 user agent 是一个用户代理。这个地方 user agent 是一个用户代理，像这里会告诉服务器啊，告诉服务器我是什么内核的。 啊、呃，这个地方你可能不懂，但是这个东西你肯定懂。这个 Chrome 啊、呃，七七点零啊、呃，这是 Chrome 浏览器七七点零三八六五的一个版本。然后这这里面其实会告诉服务器啊、呃，我是谁，从哪里来啊、呃。这个地方就是模拟模拟浏览器去发送一个请求，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Headers，我们给它给上，给他给上，给上后面这一个 Headers，然后我们就把这一条信息给他给上就好了。 啊，这一条信息就会告诉服务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啊，我到哪里去这个地方都没有给我到哪里去是上面这一个对吧？我到这一个网页去，啊，那么告诉他把这一个网页交给我，那么他就会交给他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身份给他带带上，啊，带上这一个身份，身份的是我们的一个 headers，把这个身份带上之后，我们就能得到数据了。看一下这个身份。 啊，这个地方有点慢啊，这个服务器返回可能是有一点点卡了，这个地方，啊，可能稍微等一下吧，稍微等一下。这个这个怎么这么卡？我们重新把它刷新一下吧，我觉得太卡了吧，这个地方。 难道我哦这个地方没问题了，我们这里就得到了对吧？这个地方就得到了这些数据啊，这个数据的话就是我们网页网页的这一个数据，网页中的一个数据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啊零基础的同学比较多的话，那么我,我们就不去讲反反扒了，不讲更多的一些知识了，我们就把这一个东西把它给做出来就好了。 啊，然后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是什么？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的话，应该是图片的一个下载地址，对吧？啊，接这个地方我们是已经请求到了一个数据，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啊下载图片，对吧？下载图片，啊，我们看一下下载图片是怎么去下载的。 啊、呃，这个地方我们要要去下载图片，那么我首先得拿到这一张图片的一个啊、呃、地址，对吧？然后我才能去下载它。所以我点击这一个选显示我的一个元素，点击这一个选项，然后点击上面这张图片，啊、呃，点击是上面这张图片，它就会弹到我们元素里面来。然后这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地址，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下载地址，我把它给复制一下，复制一下，啊、呃，复制一下这个地址，Ctrl 加 C 复制一下，然后我在新的一个网页中去打开一下，新的网页中打开。 啊，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一张图片了。这张图片的话，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看到了，对吧？啊，然后我们网页中应该也是，就我们爬虫中应该也是相那一样，应该从这一个数据里面去把我们的一个啊图片的一个地址给它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之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下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事情的话是从、啊，是从啊是去去上面这一个内容提取我们的一个下载地址，对吧？提取图片的下载地址。 啊，因为零基础的同学比较多，所以我这里的话就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就可以用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的话是一种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它能去我我们的这种网页中去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啊，所以我们需要先导入一下我们的一个 RE 模块啊，RE 的一个全称叫做 Regular Expression，它就是一个正则表达式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这个地方使用一个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 啊，正值表达式，然后我们是后面这一个，后面的话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这啊，我们想要的应该是图片的一个下载地址，对吧？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找一下图片的一个下载地址，在下面啊，在下面的话我们去找一下，然后我们先找一下吧，看图片的一个地址在哪里。啊，既然这个图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地址，对吧？那么我复制一下它，应该去下面去搜，应该是能搜到的啊。所以我啊，点点击下面，然后摁住一个 Ctrl 加 F，然后 Ctrl 加 F，然后 Ctrl 加 V。 啊，这里的话我们就会收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图片，但是这里的话只有一张，啊，我们应该有好几张的。像上面的话，它其实是有四张的，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有四张，有四张。啊，我们看一下网页中，网页中看一下有几张。网页中的话应该也是四张的，这个地方一页的话不应该只有一张，啊，一二三，两张，这个地方只有两张，应该还是少了几张吧？这个地方，看一下，我把这个网址给它复制一下吧，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我们去。 啊、呃，里面去搜一下，复制一下，Ctrl 加 C，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 Ctrl 加 V 粘贴一下，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上面这张图片，图片，点击一下它，然后复制一下这个网址，双击之后可以去进行一个复制，Ctrl 加 C。下面的话是一个 Ctrl 加 V，啊、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是这一张。然后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吧，这几张图片，随便点击一下。 这一个是没有，这一张呢？啊，这一张是有了，对吧？然后再是这一张，啊，这两张加载不出来啊，这两张是有人在请求吗？还是网速太慢了，请求不出来？啊，然后再去看一下，其实是有四张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把这四张都给它下载下来，可能浏览器中出了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要去提取到这四张的一个图片，啊，所以我们去写一下。 呃、啊，我们要去提取，我们使用一个 RE，呃、啊、，RE 的话，它会有一个方法，RE 点上一个 findall，findall all 里面的话，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匹配规则，第二个的话是我们去雷里面匹配，啊，我们应该是去这里面去找到我想要的一个数据，对吧？然后我得到的话，我给它一个 result，哎、啊、，result 是我们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意思，然后把这个结果给它打印一下，result。Res 啊，result，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匹配的是什么？我要匹配的应该是这里面的，对吧？啊，这里面的这一个下载地址标签，这一个下载地址标签，所以我需要把它给复制一下。啊，如果用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最简单的一个用法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这一个标签直接给它复制一下，啊，直接把它给复制一下，然后在上面的话，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进去。啊，复制进去之后，你把你想要匹配的一个内容直接把它给删减掉，然后给一个括号，然后给一个点心问就行了。 啊，点新问的话，这样我们就能把刚刚的一个内容把它给匹配进去，然后我们去打印看一下。打印在下面，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然后往下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得到的几个，对吧？这个地方看一下，一页两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总共是四张图片，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啊，然后这里是我们四张图片，对吧？这里我们就比较简单的去拿到了这一个图片的下载地址。啊，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讲到这里就，嗯、啊，讲到这个地方，呃、啊，没有问题的同学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吗？有哪个地方不懂的同学你就问一下，或者有疑惑的地方也，啊，也问一下。不懂的同学你都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好吗？啊，如果有问题不懂的同学都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嗯、啊，懂的同学就敲个一。啊，看起来是不是比较简单？其实就加了一个 user headers。Head ers, 然后去请求我们这一个网址，然后这里的话就把下面的一个内容把它给复制上来啊，复制上来之后，把我们想要匹配的用一个括号点星问给它代替，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个数据了。然后把这个内容给它打印出来。呃，九十多个同学只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同学听懂的吧？啊、呃，怎么这么少的同学在听啊？难道其他的同学都是那种僵尸粉吗？就默默的听着，然后啊、呃，或者是睡着了？睡着的同学你就醒一醒啊！睡着的话你就醒一醒。 啊，这个地方啊，等一下，不然你往下面讲你就听不懂了啊。什么是点 text，什么是点 con content，点 json 的一个区别啊？点 text 是获取它的一个文本，点 content 是一个内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它的一个意思啊 t x t 对吧 t x t 是文本的一个意思，文本，文本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这个说通俗一点就是字符串，就是获取字符串，字符串啊。然后第二个 content，content 就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内容的话，它是一个二进制的，注意二进制的，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啊、呃。像我们图片的话，你肯定不能打印它的一个点 text，点 text 肯定是不想要的。我们要的啊、呃，如果是图片的话，它里面的一个数据是一个二进制的。这个内容的话，它是一个二进制的，二进制的啊、呃。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点 json，json 啊，json、呃、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json 对象，json 字符串，字符串在我们 parse 里面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字典对象。 啊，像这样一解释的话，你应该就懂了。这是他们这几个方法。啊、然后是这一个，嗯、啊，有一段没有听到，没有听到的话，你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近期老师，获取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录播，本节课的一个录播。嗯、啊，像这节课的话，我们是有录播的，有不懂的话，你听听着可能跟不上的或者有问题的，你可以加静琪老师。要到录播之后扣，客户客户自己再跟着视频再去敲一下吧。 啊，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上，你要有空格，你这些空格不能少啊，这些空格你不能少，中间这几个空格你不能少，以及你的一个环境你要安装好之后才能用。啊，老师，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老师还没回复你，嗯、呃，等他回复的时候，他到时候的话会把是会把我们的一个资料一起发放给你的。 啊，包括你前面那个环境有问题的，也可以找他去要一下我们这个安装包以及安装视频，这个教程会教你啊如何一步步把我们的一个环境给它搭建好。啊，刚刚我看了蛮多同学是有不懂的，其实不懂的啊，不懂的话你就问。如果你连自己啊，如果我连你,你不懂啊都不清楚在哪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给你去解释。那么你就先听思路吧，听了思路之后，客户你直接嗯、啊、拿着录播视频对着这个代码敲就行了，也能把它给爬取下来。 啊，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没问题了。然后我们爬取这一页的了，对吧？爬取这一页的。既然我们爬取了这一页的，那么我们就把它给保存一下吧。啊，保存一下它这一个内容。这个地方我们爬取了四个，我们就把它给保存一啊，下载一下图片。然后前面这个网页我就不打印了，不打印这一个网页，我就摁住一个 Ctrl 加斜杠，把它给注释掉一下。啊，注释掉之后，我们这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结果，对吧？然后我们就 for 我们的一个 r in 我们的一个 result in result。 In result，然后我们后面的话就 print 一个啊，print 一个啊，呃，print 这一个，这里的话就会把我们这个图片一个一个给打印，对吧？其实我不想要打印，我想要的应该是去下载它，啊、呃，所以我们要继续去请求了。其实像继续去请求，所以我们继续是一个 request，点上一个 get 方法。像这种图片的话，一般都是使用 get 方法去请求的，啊、呃，然后我这个地方我给一个给一个返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对吧？image。IM G, image 我们的一个 response，response image、啊、吧，response image，image、啊、等于我们的一个 request 点 get, get，get 这一张图片，啊，get 到之后我们要把这张图片给它保存一下，所以我们是一个位置 open。 open 我们的一个文件，然后我们这一个文件的话是啊、呃，这个文件要给一个名字对吧？但是这个名字我们从哪里来？名字的话应该是从啊、呃，可以从上面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提取对吧？我们可以把这个名字给它提取出来。啊、呃，我看一下刚刚那一个网页中，我要保存为文件的话，啊、呃，我肯定是要有一个有一个名字的。 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的话，我就啊、呃，我就给这一个名字，好吧？这个名字的话是它图片本身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一串啊、呃。那么我就把这一个字符串里面的这一个内容，我从它这里提取出来，所以是这一串 URL 啊、呃。URL 的话，那么我去提取它的一个名字，我看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len 对吧？等于我们的一个 r，啊、呃、，r 点上我们的一个 split，split 啊，我们以斜杠去进行一个分割，斜杠分割之后，我们取它负一个。 啊，负一个，这样我们就能拿到它的一个名字啊，从网址中取到，网址中取到啊，图片的名字，图片的名字，名字，像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一个字符串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直接 Ctrl 加 C 复制一下啊，然后在这个命令行交互模式下，然后把它复制过来，然后用上我们上一个上面这一个环节。 啊，我们直接点上一个 split，然后把它复制过来。啊，这里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串其实是最后一串，对吧？啊，如果我们不要负一的话，其实就是把它给分割，分割成我们这一串，然后我们取它负一个，就是这一张图片的一个名字，对吧？啊，那么我就把这个名字给它保存一下，打开我们这一个文件夹，然后 model 的话等于我们的一个 wb。 model 等于一个 WB，啊、呃、WB，然后我们设置为一个 F，然后这时候我们写入的话，应该是写入我们的一个啊、呃、response 点 content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 response 点 image 点上一个 content，啊、呃，因为图片、视频、音频它都是属于二进制的一个内容，二进制的我们要用一个点 content 的方法去读取，啊、呃，这里的话我们去下载下先下载一张图片吧，我这个地方先给它 break 掉一下，啊、呃、break 这个地方是跳出我们的一个循环，这里的话是。 啊，我们先来下载一张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我们啊，这一个下载的话是慢了一点点的，慢了一点点，应该是这张图片的话慢了一点点。这个下载太久了，对吧？这个下载太久了。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为什么下载不到啊？这个地方请求也请求不到，可能是因为这一个原因，所以下载不到。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啊，第一张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就下载到了。第二张，请求的话太慢了，这个地方。我们重新来一遍。 呃，这个地方的话不会不会就这样就崩了吧？这个地方请求我们这一个图片，可能是我们加请求头吧。我这个地方还是把 headers 给它加上吧。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加一个 headers，headers 等于一个 headers，呃，加上一个请求头，然后重新再请求一下。啊、呃，这个网站确实是比较慢。 好吧，这个地方这个这个页面好像是出了一点点问题的，啊、呃，出了一点点问题。它是一个高清的一个图片，这张图片确实是，它是一个高清的一个图片。这个地方下载下来了，对吧？这个就是下载下来了，然后我们双击一下，啊、呃，这一张图片就下载下来了，然后我们去看，去到网页中，的，啊，就不必到网。 啊，文件里面去看了，这个地方我们就下载下来了，对吧？这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总共有一点九兆，所以它慢一点是正常的。这个啊，这个美女还是挺好看的，这个美女、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批量的，我们应该去下载四张。如果是四张的话，应该会等待很久，每一张它都有一点多兆。啊，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让它运行一下吧，把这四张图片都给它下载一下。啊，这是关于我们这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我们就结束了。 这部分我们就结束了，呃、然后啊、呃，都懂了没没问题的同学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吗？有问题的同学啊、呃，听不懂的同学你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如果你知道自己哪个地方不懂，你就问一下。翻页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呃，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翻页，我们下一步再去处理一个翻页。这个地方的话下载的还是比较慢，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啊、呃，都没有问题是吧？啊、呃，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 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去讲。这一个，这一个还是要等蛮久的。等蛮久的话，我们就不管它嘛。啊，封装啊，封不封装的话，效率会都是差不多的，都是差不多。封装的话，主要是结构好一点，啊，结构上看起来更清楚一点。 点型问啊、呃，点型问就是匹配任意你想要的一个数据，这个地方你记住就好了。关于这一个知识点的话，就是一个点型问，直接匹配你想要的一个数据。像这里的话，我们应该是下载了一张了，然后再下载它的一个第二张。啊、呃，语言语言与这个有关系吗？啊、呃，语不是语言的一个问题啊，语言慢不是慢在这个地方，你搞错了，你这个地方。 呃，这一个的话，不管你你用 Java 的话，用 Java 写爬虫你也是一样的一个速度。这种是 I/O 密集型的，不是 CPU 密集型的。啊、呃，关于这个图片，我们就让它慢慢去等吧，然后我们去讲下一个下一个东西。啊、呃，下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一个，就我们要实现一个翻页，这个翻页我怎么去实现？翻页我怎么去实现这一个？ 啊，然后这个图片的话，美女的话，我们暂时就不看了吧。这个美女确实是好看，但我们这节课重要的话，啊，重点的话还是在我们的一个技术上，所以把这些美女的话，我们暂时先不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页，这个翻页对吧？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第一页对吧？第一页是一个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第二页的一个逻辑，第二页的一个逻辑，我们新进标签页把它给打开一下，啊，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二页的对吧？第二页里面的一个图片，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去看我们的一个第三页。 第三页，啊，第三页是这一个对吧？第三页是我们这一个，第三页又出来了。除了我们第三页，还有第四页，啊，但是这里的话，我们看的不是这个东西，我要找出一个规律，因为我要分页去进行一个下载，把它全部给下载下来，啊，就是这个分页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就一个一个去找规律啊。其实我们在第一页这里面，对吧？第一页这里面本身就有我们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的一个网址了，对吧？啊，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这个网址全部给它匹配出来？ 啊，直接把这个网址给给它全部匹配出来。接下来的话，我继续去请求，对吧？啊，那么我请求请求过程中，我除了请求这一个图片，我应该还要请求一个网址。啊，所以我们这里的话，继续去提取一下。这个地方是提取我们的一个啊图片的下载地址。然后我们下面一个的话是提取我们的一个。 下面我们应该是提取啊，其余的页面，页面也就是我们翻页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一个翻页的话，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 A 标签对吧？A 标签在这里，A 标签啊。然后这一个 A 标签的话，我们把它给复啊复制一下吧。这个这个网页中的一个网页，注意和我们啊实际得到的一个网页可能不一样啊，可能不一样。我们还是复制一下这个网页，Ctrl 加 C 复制一下。 啊，然后这个的话，我把之前的一个网页给它打印一下吧，在前面这个地方我打印一下，我要去这里面去找，注意要去这里面，我重启一下。啊，这一个是我们第一页的一个，这个不管它吧，可能要去等，但是我上课演示的话不方便去等了。啊，我们先来找一下它网页中的一个内容。啊，这一个这一个确实是有点慢，这个的话是它网页啊服务器的一个原因，是一个个人小站，所以爬的时候自己可以注意一点。 啊，这里我们搜一下，搜一下的话，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第二页的，对吧？除了一个第二页，我应该还有一个第三页的。配集三，我看一下，配集三，配集三也在这里，对吧？啊，也在这里的话，那么我直接复制一个就好了，复制一个 A 标签，直接复制这一个 A 标签，然后继续复制过来，啊，复制到上面来。我看一下刚刚这个提取的，提取页面应该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把它替换掉前面这一段内容，前面这一段内容把它给替换掉。 啊，这个地方应该是我的一个 result，应该是我的一个 URL，对吧？page，page，page, 这个地方我直接给一个 page 吧，page URL，URLs，然后把它。 啊，复制过来，然后我想要的应该是中间这一段，它这一个网址，对吧？这个网址的话，那么我们继续是一个点心问，呃，点心问把它给写进去，然后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网址。然后这个网址的话，我们就啊、呃，这个图片我就先不下载了，这个图片我先不下载，然后我们来啊、呃、来处理掉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网址也给打印一下，form 的一个 page URLs，啊、呃、f o r form 的一个 u, page ur page URL。 配置是页面的一个意思，URL 是网址啊，页面的一个网址，印我们的一个配置 URLs 从里面一个一个把它给拿出来，我们把这一个给它打印一下，配置 URL，然后重新给它运行一下，啊，这里打印的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了，这个地方是一个提取其余页面，然后把它一个一个把它给打打印出来。 现在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对吧？啊、呃，这是我们剩余的一些页面，剩余的一些页面，所以这个页面没有问题啊。那么我我我想一下啊，剩余的页面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我要继续去爬取这里面的一个内容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处理啊？是不是还要重复我们上面这一步了？就是每一页的话，它都要提取啊，提取图片的一个下载地址，以及每每一页的话，它都要去下载图片，对吧？所以这一部分啊，我们想一下，其实这个地方每一页，每一页。 都要提取图片地址，啊，都要下载里面的图片，啊，那那这一个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下？其实我们这一个是不是可以写成一个函数去进行一个处理？ 啊，因为我们这一个是有一个循环的一个结构的，像这里的话，我们没办法去调用其他的，所以这里的话，我们最好把它啊、呃、写成一个代码块。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封装一下，好吧？就前面这一部分，啊，就把我们这一整个函数给它封装一下，封装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封装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直接 def 吧，啊 def 我们的一个 download，download，download down down 我们的一个配 e 就我们一页吧，one page。 按、呃、然后给它缩进一下这个地方。啊，我们 def 的话是定义一个函数，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一整个函数给它缩进一下啊，这里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代码块。注意，但是这个代码块你直接运行的话，它不会没有任何效果的。像是你直接就运行了。我们定义了一个代码块之后，我们还要啊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的话我们要去调用一下，然后调用一下之后，我们就能运行就会有结果了。 啊，但是这一个结果的话，它是一个写死的。注意，这个结果的话，它是一个写死的啊。我们虽然也能提取出这一个这一个图片的一个地址，对吧？这个图片的一个地址，啊，但是这个内容是写死的，所以我啊不能写死，我这个地方要把它给写活。啊，我不能写死的话，我要把它给啊啊写成一个可变的。所以我因为我要爬取很多页的，对吧？啊，我要爬取很多页，所以我把页啊每页的一个 URL 给它传进来，好吧？这个 URL 我就。 啊，不写在这里了，我从外面给它传进来，那么我这一个 URL 的话就应该没了，这个 URL 是从哪里来？应该是从外面来，对吧？啊，从外面来，从外面来的话，我们去调用一下，你会发现还是一样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还是一样的一个结果。这里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一个，对吧？啊，如果我在这里去开启，在这个代码块里面去开启这一个下载的话，你、你们、你们觉得会怎么样？ 开启这一个下载，它会怎么样？啊，如果开启这一个下载的话，那么我们这里面就会把这把这第一页里面的一个图片给它下载下来，对吧？给它下载下来，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演示一个下载吧，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把这个地址给它打印一下就好了，打印一下，我们重新再给它 run 一下，等待一下，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又卡了。这个地方上面的话是打打印我们一个页面的一个内容，这里的话是打印我们的一个 URL。卡了，哦，刚刚哎，刚刚打印出来了，我又把它给刷新了，不过没啊。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对吧？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给省略掉。然后我们想一下，这一个图片的话，这个是我们提提取其余页面的，对吧？提取其余页面的话，那么我们这一个啊，这一个函数就有一点点问题了，这个函数就有一点点问题了。 我们要在这里去做一个操作，来、啊、想一下，啊，这一个是我们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的一个页面，对吧？这里的话是我们其余页面的一个地址，下载地址，对吧？啊，其余页面的一个下载地址，如果它不是其余页面的一个下载地址，我们会怎么样？啊，那么这一个这一个地址，我们按理说是不是应该也去调用这一个 d o w n l one a d o page 啊？啊，这一个函数是是传入一个网址，就是。 提取它的一个图片地址进行一个图片下载，对吧？这是我们这一个，啊、呃，然后我我在想一个问题，就就我这一个就是其余页面的一个下载地址。那么我这一个函数，我我可不可以调用自己本身啊？这个地方，啊、呃，这个函数可以调用自己本身嘛？有没有会的一些同学？嗯、呃，有没有会的同学？会的同，嗯、呃，这个地方啊、呃，我这个函数可不可以去调用自己本身啊？啊、呃，这个地方我想用这个函数调用自己本身，但我怕有些同学看不懂。 啊，看不懂这个地方啊。函数调用自己本身的话，就是一个递归了。递归函数调用自己本身，啊，调用自己本身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内容给它传进去，对吧？啊，但是一旦这样传的话，就会有问题。注意，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第二页它也可以去提取这一个其余页面的下载地址，第三页它也能提取这个其余页面的下载地址，第四页它也能提取其余下面的一个地址啊，那么就会没有一个出口，所以就会。 啊、呃，写死啊，所以这一个地方是我们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吧？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会是一个死循环啊。那么我们最好给一个出口啊，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给一个 if 啊，我们可以多加一个参数嘛？我多多加一个参数，告诉他是不是第一页啊？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 vlog 好吧？给一个 vlog 就是一个标志啊，告诉他是不是第一页？如果是第一页的话，我就去啊，我就执行这一个内容；如果不是第一页，我就不执行这个内容，行不行？ 啊，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去加一个标志位啊。那么我们这里面如果是啊是第一页的话，我们这后面再给它传入一个参数，是一个 true，true 啊，第一页是一个 true 对吧？然后我这里去进行一下判断，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循环，这个地之后我去进行一个判断啊，判断这个地方 if 我们的一个 f l o g 注意是一个 f l o g 啊 f l o g 我们第一页传入的是一个 true 对吧？啊，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的话，我们全部给它传入一个 first，first first,。 啊 f o r c e 对吧？啊，这里的话，这个 true 是表示我们第一页就去进行一个下载。如果是第一页，啊，如果 f o r c e 是一个 true，如果 flag 这个地方是一个 flag，是 Q 啊是 Q，那么它就是第一页对吧？那么我们就去解析这个 Q 的话是一个大写的，大写的是一个 Q，那么就是第一页。 第一页啊，就会提提取其他页数据啊，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难以理解。有没有同学觉得这个地方很难的？觉得很难的话，我这个地方就不这样写了啊。那么我就换一种方法写，好吧？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同学不能理解的？能理解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吧。不能理解你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啊，这一个是函数自己调用自己本身的一个内容，这个也是啊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知识点，在我们在我们非啊、呃、在你们初学学函数的时候，应该就学过这个东西，啊，这个还不是一个递归，那个递归的话会比这复杂的很多。啊，一二三四，嗯、啊，只有一个同学听不懂吧？还有其他同学吗？如果没有其他同学，我这里就不改了。如果有的话，啊，我就把它写的更简单一些。啊，这个地方写的话是轻松一些。 啊、uh,，True or False 不懂，啊、uh,，True or False 就是一个变量嘛。如果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它是一个第啊、uh,，True or False 你不懂的话，我这里传入一个数字，好吧，啊、uh,，数字，我这个地方传入一个数字，然后这个数字的复制给这一个 f l o g 啊，uh, 如果这个 f l o g 等,等于一个第一的一的话，啊、uh,，那那么它就运行这一个。这里的话我们如果不是第一页，我给它一个零，好吧，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第一页，我就给一个零，啊、uh,，这样的话应该就能懂了吧。还有其他的地方吗？ 这个，啊、呃，这个这个知识点的话和我之前讲课不一样，但是今天的话讲到这里的话也没办法了。然后，啊、呃，其他同学的八十多个同学只有这几个同学听懂了或者是没听懂嘛，其他同学都是啊、呃，都是吃瓜群众嘛，或者是啊、呃，纯粹来这里看戏的，不是来学东西的。学没学懂你给我反馈一下嘛，让我清楚你。如果如果人多的话，你真的听不懂的，我就换一种简单的一个方式。如果听得懂，我就没必要了。啊、呃，这一个。 又多了一个同学听懂，多了一个同学不懂，啊，True or False 他不懂，啊，True or False 他不懂，不懂的话，那么啊，这个我没办法了。如果你不懂的话，还是想学客户自己拿录播吧。这个地方，那么我就不丢着你提取了，好吧，我就不丢着你提取了。啊，那么我这一个的话，我就不放这里面了，不放这里面，我把它给删除掉，把它给删除掉，删除掉，然后我丢到外面去。这个的话，我们。 啊，我们这里的话去请求一下第一页吧。第一页，我把这里面的一个内容把它复制出来一份，复制出来一份。注意，啊，第一页的话，既然不能在里面请求的话，我就把它丢到外面去。啊，第一页不能丢到里面，我就丢到外面。我看一下，把它给缩进一下。还得是把后面的一个内容全部给它缩进一下。然后这里的话是请求我的一个第一页，请求第一页，然后我把第一页的一个网址给它丢过来吧。 第二页的一个网址在这里，第一页我就到外面去请求，就到外面请求，啊，然后这里面我就不管它了。然后里面的话，这里面是下载一个页面，然后这里面是我提取的一个，啊，下面我应该是一个 for，好，result，result，呃、啊 result, 啊、result，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给一个 down load, download 登录的，登录的配置，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r 就行了，这里是下载其他页。 其他页，然后这里的话是下载我们的一个第一页的一个图片，第一页，然后这第一页是直接丢到外面去了，我把这些注释给它去掉好了，注释给它去掉，因为第一页就没必要了。第一页的话，我们也也不去下载啊、呃，也去提取一个下载图片吧。啊，我看一下，第一页，然后这个去掉，去掉，啊、呃，第一页是在这里，然后其余的页面的话就丢到这个函数里面去，我把这些。 啊，这是其余页的，然后这个 head 的时候把它丢到外面去，这样的话代码会好看一些。好了，这这样的话我们就行了。这里的话是请求第一页的啊，然后其他页就丢到我们这一个函数里面去进行一个处理。这里面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函数啊，然后这里面是我们的一个保存，这里面就是一个保存了。这个代码的话，我们啊重新缩进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变量名有重复，但是不影响，因为里面的话是一个局部变量啊，局部变量和 这种外部的一个变量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重新给它运行一下，这个地方，然后这里的话就能下载我们所有页的一个图片了。这这里，呃，这里没有去没有加一个打印，所以看不到我们的一个效果了。等一下，我这个地方停一下，我看一下这个逻辑。 哦，之前的这里是少了一部分的，少了我的一个 URL 的一个内容了。这个地方我要回撤，这个地方我要回撤，我看一下吧。这这个代码可能你们看不懂了。这个地方我重新再看一下吧。这个地方，我要把代码给撤回一下，因为刚刚是少了少了这一部分的一个代码。啊，我把这一部分先给它保存一下吧，保存到下面去。 这个是我们提取页面的，然后把上面的东西再给它改一下，啊，乱的话你们可能是乱了。我这个地方重新再理一下吧，我先把代码给改好吧。但是没办法，主要是你们太菜了。我这个地方啊、呃，只能以尽量的讲的你们能听懂的一个方式去讲。其实这一个的话也不是一个多难的一个东西啊。啊，这个地方是请求我们一页的，这个地方你记住就好了。记住的话是请求。 传入一页的 URL，传入一页的 URL，下载一页的图片，下载一页的一个图片。然后这里面的话是我们下载一页的，对吧？然后除了我们这一页的话，啊、呃，应该是除了第一页之外的。然后我们第一页的话，应该是丢到外面去进行一个。 获取，然后所以我要复制一下，因为第一页的一个代码是一样的啊，但是这里面的话你们又看不懂递归，所以我只能丢到外面去了。所以这个第一页的我重新把它给处理一下，这个第一页的，第一页的啊是这一个 URL 对吧？这一个 URL，然后我们给它处理掉一下，然后去网页中去复制一下它第一页的一个 URL，把它给复制过来一下。这个是第一页的对吧？然后我们把它给复制粘贴就好了。 啊，然后请求网址，然后这个地方打印网页，然后这里的话是下载我们的一个图片，对吧？啊，除了一个下载图片，最后我们还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的话是在这里面，啊，下载其他页的这个地方，直接传入一个 U I L 就行了。好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这下面是一个下载其余页的一个 U I L，然后上面的话是我们下载这一页的一个内容。我把它分块注释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调用函数，下载其余页，下载其余页的一个图片。然后这个的话是，啊、呃，这个地方是下载我们当前页面中的一个图片。 下载当前页面的中的一个图片啊、呃，这个地方是请求我们第一页的网址对吧？这个地方是请求第一页的，第一页图片下载啊、呃，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啊、呃，这是关于我们这个一页的啊、呃，然后关于这个地方没有问题的，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吗？如果你想学的一个 vlog 的，其实客户可以自己拿一下录播啊。 啊，我觉得这里我又陷入了一个误区，我总是把公开课当成一个 VIP 课去讲啊，所以你没听懂的话，我只能换一种方式。其实公开课你听不懂是一个正常的，听不懂所以你才要学啊啊，所以你才要学，听不懂的话，扣自己拿录播多去看两遍吧，多去看两遍啊，就是因为不懂你才要学。如果你懂了的话，你也没必要来听我的课的，自己自己都可以写了。所以是关于这一点啊，然后是这一个，然后这一个录播的话，你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静琪老师去获取一下。 清楚多了。好了，是关于这一个，啊，这一个我们讲到这里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然后关于这里都懂的同学敲个一吧，不懂的同学你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啊，懵懵懂懂的也敲个二给我看一下吧。关于这一整个的一个内容。 还是不懂，这个地方已经讲的很，第一页，第一页的一个图片，嗯、呃，这一个代码的话，如果你还是不懂的话，去找助理老师去拿一下录播吧，拿一下录播。其实这节课讲的，啊、呃，我自认为已经是蛮蛮蛮那个了，蛮基础的，其实已经非常基础了，没有用到其他的一些东西。 啊，可能是可能是之前讲的一讲课的一些学员的一个技术有点高吧，然后今天的话讲的，那个了，啊，剩下的那么我们就不继续往下面去讲的吧。其实到了这一个函数，你随便换一页的话，它都能进行一个下载。啊，我把这个地方给它去掉吧，把这个删掉，我们重新给它运行一下。啊，不需要在特定运行下，只要你是在啊 Python Python 3的话都可以，只要是在 Python 3的一个环境都可以去进行一个下载。 啊，这个下载有点慢，我们只能慢慢的去等待它，等待它慢慢下完。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等一下吧，我们就等一下。这个地方下载一页，啊，这一页的话大概要要好几好几分钟。这个地方我们等待一下吧，让它爬取一。 啊，爬取页，其实我们这一个函数运行的话，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运行的。啊，首先请求一个第一页的一个内容，然后请求第一页之后，我们去啊匹配第一页的一个图片地址，然后把图片的话一张,一张一张一张把它给下载下来。啊，下载完一张之后，我们再去匹配其余页的，然后把其余页的传到这上面定义的这一个函数里面去，然后调用这一个函数，一页一页一页的把它们给它下载下来。 啊，恭喜刘宁三同学通过支付宝花呗报名我们的一个爬虫课程。想要了解的，啊，咱们课程 Python 系统课程的可以加我们的一个清风老师微信去详细了解一下。啊，这恭喜这位同学加入我们的一个 VIP 系统学习班。像这个，啊，加入我们的 VIP 系统班学习班，像这个 VIP 班的话是由老师来带的，是跟着我们老师一起来学的。啊，像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听不懂这些内容，觉得我们课程难度高的话。 啊，其实这个课程的话难度已经非常低了，在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里面也，也就也就啊前一两节课讲的前一两节课讲的一些知识点，但是很多同学听着都觉得很难，啊，像我们这一个爬虫课，啊，但是我们这个课的话也不是一个业余的，我们这个课的话可能啊是去找工作的，像找工作的话需要很多的一些知识，像这种简单的啊一个静态爬虫的话，基本上就是请求然后解析然后直接就能爬取了，啊，很多同学没有没。 不会这种内容的话，我觉得啊、呃，都是因为没有基础啊，就是因为你的一个基础不扎实，所以你听不懂这种一些语法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呃。像这位 VIP 同学的话，是跟着我们系统班来学的，有老师带着啊、呃，带着跟着老师一起来学，学习我们的一个基础，学进阶，学爬虫，最后学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啊、呃，然后出去找找工作的这一个。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啊、呃，整个系统的一个课程吧。 啊，包括一些出去找工作的，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内容，也只是啊一个简单的一个 request 的一个使用，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 get 的一个请求，对吧？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文本点 text，还有我们的一个二进制的点 content 的一个文件保存，啊，最终的话还有一个解析，解析的话也只是讲到了一个 re 模块的一个使用，啊，而且没有系统的去讲，像我们这个 vip 的话，会系统的从零基础啊带你扎扎实实把基础一点一点给学会，像。 像你如果想系统学习的，想要出去找工作的话，我建议你是跟着我们老师一起来学习这个 VIP 的一个课程啊、呃。虽虽然要要，嗯、呃，幺九九九的一个学费，但是跟老师学的话，有老师带着你啊、呃，你学起来会也会轻松很多。有不懂的话，你也可以随时找到老师啊、呃。如果你对我们课程感兴趣的，可以加我们的一个清风啊、呃，客服老师清风老师找他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 嗯，这是这一个 Python 和数分一样，有有难度。啊、uh,，Python 编程的话，会者不难吧？难者不会。如果你会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难了。啊，数分也是一样。啊，就你会的，你还会觉得难吗？只是你没会之前，你在学的过程中觉得很难。但是有我们老师带的话，啊，老师肯定是会的。而且啊，我们学技术也不是说只会做项目，像我们不仅是会做，还要会教。啊，把你给教会才行。所以我们对这种知识什么理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是,是我们的一个清风老师，啊、呃，可以加他去看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课程的话，继续往下面去讲吧。然后，啊、呃，还在的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吗？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爬了两张了，这个地方第三张正在，啊、呃，正在等待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图图像的话，它是一个原图，所以非常，啊、呃，高清的话，这个这个图确实是是一张高清的一个图啊，确实挺大的这张图，确实挺大的。 啊、呃，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在翻页了，已经在翻页了。这个地方已经在翻页，但是现在的话，这里啊、呃、爬的一个速度太慢了，因为它是一个原图，原图下载比较慢。下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翻页的，啊、呃，这里是一个翻页操作，翻页操作啊、呃，因为翻页的这个 URL 全部被我们提取出来了，但只有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我要不把这一个翻页的内容在前面提前给它打印一下，要不我们等一下吧，等一下这个第四页的一个内容。 所以是这一个翻页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个地方等一下吧。其实，在等一下的时候，啊，我们去看一下上面的吧。等一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啊，我们除了这一个翻页之外，对吧？如果你要想要爬取一系列的或者是很多个的话，你不仅是翻一页，啊，你要翻的话，你应该是要翻很多页。比如说这一个啊，啊，这个地方，啊，我比较喜欢这种校花之类的，看有没有校花的一个标签。啊，没有，对吧？没有的话，我们换一个，换一个标签的话，你点进去看一下。 呃，这个清纯的吧，然后点开一个新的页面，你就会发现这个清纯的一个类别下面，啊、呃，有很多个，很多个，而且你可以加载更多，加载更多，啊、呃，你爬取一个的话，你不可能每一个你都写一个网址去进行一个爬虫，网址进行一个爬虫，啊、呃，所以要很多个的一个内容，所以一个一个去进行一个爬选。像这里就有很多个，对吧？很多个的话，我们可以，可以，其实可以从这个地方也也提取到它的一个翻页。 啊，像这个是一个类别的一个翻页，像我们刚刚的话爬的只是一个图片的一个翻页，啊，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类别的一个翻页了，我们打开在新的标签打开，点击一下，它在新的标签也打开，对吧？啊，像我们这一个翻页的话，这一个翻页它只是一个，啊，这一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呃，就是图片的一个翻页，翻译，如果你真正的爬的话，你还要一个类别的翻页。 类别的一个翻页啊，你类别进行一个翻页之后，你才能爬一个系列的，对吧？比如说我喜欢清纯这一个，那么我要我就要把这一个系列的把它给全部爬取下来。它不仅是有一个类别分页，它还有一个下面的一个加载。其实啊，也是我们之前一样的一个分析思路，去一个一个去分析的这一个啊。学爬虫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掌握数据库？对。 啊，学爬虫的话，如果你只是自己学的话，那么不需要掌握数据库啊。掌握数据库是你，啊，是你想要去做一些外包的时候，因为一些外包他会经常用到这个数据库，他让会让你把数据存到某一个指定的数据库啊，所以你要会用。还有一个是找工作，找工作的话不用说了，百分之百需要你的一个数据库的啊，所以是这两个。如果你只是自己学的话，那么没必要啊，数据库这个东西没必要学，就你只是一个兴趣或者只是啊自己学着玩的那。 那就没必要啊、呃！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下吧。这个图片已经爬取了多少？第三页还在爬取，第三个还在爬取啊、呃。那么我们就不去下载这一个，好吧？我们就不下载了，我们就把网网址给打印打印看一下算了。我们就打印一下网址，呃，提示它就行了。打印网址，我们这个地方也不下了，好吧？啊、呃，这里面的话，我们 download 的配置里面也不下载，我们就把它的一个网址给它打印一下，因为下载太慢了，我们就打印一下看一下网址啊、呃。只要网址没问题的话，我们这个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把这个网页也给它注释掉一下，print 这一个 html 也给它注释掉一下啊，我们就来打印一下这个网页网址，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地方稍微等待一下啊，像这个就没问题了。这个是第一页的对吧？第一页的有四张图片，第二页的也是四张图片啊。第二页的是这四张图片，第三页的应该也有，第三页的是我们这几张图片啊。然后第四页的第四页的一个图片的一个,的一个地址又下来了。 啊，第五页也也有，第五页也有。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就下载下来了，对吧？我们这一个总共有几页啊？看一下刚刚那一个啊，总共是七页，对吧？这个地方没问题啊，七页的一个内容全部给它啊获取下来了。如果我换一个呢？换一个我看一下啊，换一个可能有一点点问题。换一个的话，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的话需要重新写一下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不换了吧。 呃、uh,，MySQL 不错，MySQL 的话只是爬虫中的一个啊。就你学爬虫过程中的话，如果你去找工作，MySQL 只是一个啊关系型的数据库。其实如果你真正的找工作的话，不仅是一个 MySQL 的一个数据库，啊，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全套课程的一个进阶里面也会去讲，在爬虫里面课里面的话，我们不会系统的去讲，啊，因为爬虫你只要只要会操作数据库就行了。如果你真正的啊找工作的话，可能你要自己去写 SQL 这些内容 r c l e 这些内容。 啊、呃，然后我们还有这一个，啊、呃，这一个，像我们这里的话，还会有一个啊、呃、，Redis 的一个数据库，啊、呃、，Redis 是做我们的一个分布式的，做我们那些爬虫其实是非常多的一些内容，会用到这个分布式，啊、呃，分布式以及它是一个非关系型的数据库，还有一个啊、呃、m o n g o d b m y s c l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真正的系统的去学的话，啊、呃，如果很多同学都是自学的吧，然后自学的话又想出去找工作。 啊，不清楚自己学什么内容，这里我推荐你们啊，多去招聘网站上去看一下，因为招聘网站上面都是一些公司的一些需求啊。就你想找工作，那么你你肯定需要会会一门技术啊。那么你会哪些技术？其实，在招聘网站上面那些招聘的一个简历里面的话，他直接就写了啊，需要你什么技术才能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明天讲 QQ 签到系统，研究了几天没有研懂。 啊，我 QQ 签到系统的话，你那个讲个什么内容？其实我们讲公开课的话，也需要备课啊，选题备课，然后写代码，并不是说直接讲就能讲的啊。就像你自己写一样，你自己写项目的话，你都要你都要啊改代码改来改去。如果公开课在这改代码改来改去的话，你听得肯定懵逼了。而且有些东西不适合讲，像数据库那种东西，我们拿拿拿来公开课讲一节课也讲不完啊，讲一点点的话，其实没没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们还是可以看一下吧。啊、呃，就你在学的过程中，你可以多去看一下这些招聘的一些需求。这里的话，我建议你们在看的过程中，啊、呃，比如说你想找工作，就以一个具体的职位为例，你就直接想找爬虫工作，你就直接搜爬虫。 而且搜的过程中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找一下是什么地方啊？找一下城市，建议你们搜一线城市的啊，因为一线城市的话，他们的一个技术全一点，然后要求的技术新一点啊。像我刚刚看到同学还在用 Beautiful Shop，两三年前的一些东西了啊，你学会有什么用？在公司的话用的很少，因为它速度慢，而且后面我们学一些啊框架的时候也用不上那个东西，所以你还不如学最新的一些东西。 明天还是怕什么，每一天的案例的话是啊，不限制的。我们这一个案例，啊，我们这一个案例的话，其实是是不是固定的？就公开课的话，看讲师的一个心情去讲，讲师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啊，这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你找想找工作，你可以你需要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插班是还行啊，但是用的比较多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CSS 选择器，其实那个东西用的比较多。 啊，这里我们可以去看，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这个网址，然后这个网址的话，你可以看他这个薪资，然后这里的话，啊，是他的一个描述，他的一个招聘需求的一个描述，啊，这个地方我们直接职责描述吧，上面这一个可以截下来看一下，就你想去找工作，你看一下你需要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啊，这上面的话是他的一个薪资吧？我觉得你学一门技术，你应该清要清楚这一个行业啊，它大大概的一个薪资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学一门技术，你啊，如果你是只是学着有趣的话，那么只是一个兴趣的话啊，不想去做一些啊项目做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无所谓。如果你是啊想去找工作的，或者你想去做外包的，其实你对这些薪资的话，你应该最好是有一个理解了解，因为每个行业它的一个薪资是不一样的。 像这个爬虫的话，比较正常的是我们八到十二 k 的，这个是系统学啊，系统学完学完之后出去找工作一般都是八到十二 k 的。像这里的一些技术的话，啊，像这里的话一般都是它的一些技术需求的。然后下面的就直接需要你啊，会的一些内容才能在才能去找工作？像这里的话，它直接就写了，像这种正则表达式、叉 pass 啊、叉 pass 的话还可以，beautiful shop 它是一个啊框架，其实框架里面用的就是我们啊叉 pass 以及 CSS 选择器这一些技术。 这些技术，啊、呃，然后这里的话，像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和我们的一个 CSS 啊 c p a s s 选择器在这里面，其实我们用的最多的话是一个 CSS 选择器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比较新，但是很多东西还没有更新吧，这个，啊、呃，用的最多的是 CSS 选择器，它的技术要求也比较高，像这个我们这里也会学，啊、呃，像这种 MySQL、Redis，别人就直接说了，如果你不会的话，你去找工作，别人肯定不要。像这一个的话，MySQL 我们这里也学了，然后这一个 Redis 的话，我们这个地方也学了。 啊，不仅是这一个，我们其实还学了更多的一些东西，啊，以及这里面的话，像它这种 Python Scrapy 框架、Selenium 等，啊，看一下这个 Selenium 我们这里也学了，就是直接就写在这里了，啊，啊，写在这里了 Selenium，以及我们的一个 Scrapy 框架，这个 Scrapy 框架我们讲的非常多，并不是只是简单的讲一下，像我们啊，像我们各种中间件、各种组件，以及我们的一个过滤器，以及我们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爬虫，在这里面我们全部会有讲，啊，然后这个这个我们也会。 去讲像它的一个源码观看，然后这一个掌握我们的 HTML、JS 以及我们的一个啊 JS 反爬，对吧？JS 反爬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其实这个 JS 反爬我们讲的是非常多的，有十多个案例去进行一个讲解，啊、呃，十多个案例。然后这个 Java Script 的话，是我们爬虫课里面。 啊、呃，后期的一个 JS 解,解密，其实你找工作的话，会这种爬虫，我觉得这个薪资开的有点低啊，因为他会要求你会 JS 解,解密，要求你会 APP 分析，以及会这种啊、呃、APP 的一个爬虫抓取以及优化，还有这种混淆什么的啊、呃，这个工作我觉得没有十五到二十 k 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上面的一些技术是比较高的，包括这种抓取、提取、清洗什么的。 啊，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看，像这这这是他学的，然后他没有学的，像我们这些图片验证码啊，图片验证码的一个处理，滑动验证码的一个处理，A P P 抓包的一个处理，字体反爬的一个处理，啊。我们全部有讲，这个是现在啊网站上遇到的比较多的，也是比较新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们在很多教材上、很多资料上你都看不到，但我们在这里的话啊 V I P 里面全部会去教，这个是我们爬虫课的一个知识点啊，单独一个爬虫课还是比较便宜的，只要幺九九九，其实。 啊，如果你会基础的话，学完这个爬虫课，你就能出去找工作了。啊，如果你是想出去找高薪工作的话，其实可以啊、呃，系统的学习一下我们这一个课程。啊、呃，像这里的话，我们也只是看了一个，对吧？看了一个这一个那种，其实你可以多看一些景点啊、呃，因为公司它招聘的话，就每一个公司的一个技术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是一个行业的话，爬虫行业它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啊，像这里直接写了个 beautiful shop，我看到这个这个公司的话，我可能都不会去投简历。我觉得，啊、呃，我觉得这么久了还在用这一个，要么就是公司的那些没有技术员工，或者是直接从那里抄来的一个简历。啊、呃，但是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这里的一些技术，啊、呃，看一下还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下他需要哪些技术？你想找工作，你需要会哪一些？啊、呃，我们像这一个登录登录验证码 IP 的一个问题，动态。 动态加载以及解密这一个问题，对吧？啊，这个是我们 JS 解密以及我们的一个反爬，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反爬课程里面讲的是非常多的，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反爬里面是非常多的。像我们这个反反爬虫提升，像这一个验证码，然后 A P P 抓包、字体反爬这个内容，啊，这个也是最难的吧？其实这个就是最难的了。像很多找工作，他就直接把最难的给他标上去，这些东西我都要，然后你都要会啊，我才要你啊。他的薪资的话，开的还是蛮高的，十到十五 K，也是正常水平吧。 像这里的话，它直接要求你这种 ava, js, Java、Node.js、Java Script 任意一种。其实这里的话，我们会去了解这一个啊、呃、Java Script，熟练掌握 Python 不用说了。我们整个啊、呃，我们是教这一个的，以及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也有那么久了，项目的话大大小,小小也写了很多啊、呃，所以掌熟练掌握一门语言肯定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会熟悉这个 Java Script，啊、呃，像这里面就是一些库了，像像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啊。呃 s e s i 我们会去讲啊，这里还写了一个 URL l a b 上古时期的东西了，这个东西很很久之前我们就不用了。像这个 request，我们也学了，这个也学了。Beautiful s o a p 我们没学，但我们学了一个更好用的一个库啊，是我们的一个 p u r s 还有 s c r a p i n g 里面的一个 Selector 啊，完全可以顶替这个东西。像这些 IP 词 Cookie 池什么的啊，我们这里也会去搭建一个 IP 池，会去搭建一个 IP 词，我们这里也会去讲。 也会去讲，像前面我们会去讲 IP 词的一个设计以及去操作，这、就是关于我们这一个啊、呃，像这一个的话是自动化机器人产品开发与优化以及自动化的一个集群，啊、呃，这是未来的一些东西。像前面的这些需求，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呃。整个行业的话，它这个十到十五 K 的薪资也是比较正常吧。其实我们呃，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相信啊，说这个薪资怎么这么高？有没有同学觉得这个薪资很高的？ 啊，觉得这个薪资很高的同学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嘛。觉得这个薪资啊不高的就正常的敲个二给我看一下。觉得很低的敲个三给我看一下，看有没有确实是有人敲三 <laughs> 啊，觉得很低的敲三，真的有人觉得很低吗？那应该是了，对这一行有过了解吧？其实对这一行有过了解，其实他这个需求已经很高了。我们这里看的是一到三年的，呃，一到三年的这一个。 啊、呃，它的一个平均薪资的话，其实平均薪资也不是很很高。只有级，自由啊，这一个，像这一个的话，它的一个整个 Python 的一个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在十十五 K 左右。这一个，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只有级的话，是一家薪资调查报告，呃，是一家那个信息咨询公司。 然后他这里的话有一个有一个那个调查，像这个地方是上海的，像这个平均薪资的话，他有一万六，啊，这个算是比较正常的吧。这个一万六并不是说你系统学完出去之后，你一找工作就找个一万六的，啊，这个不太现实。 一般都是工作一两年之后，你能达到这一个平均薪资啊。像我们这个系统课程的话，如果你是学这一个系统课程，注意是我们这个系统课程啊、呃，学完出去之后的话，你找一个八到十 K 的一个薪资没什么问题啊。如果你技术好一点的话，找个十到十五 K 也没有问题啊、呃。但是大多数学员的话，学完之后的话是一个八到十 K 的一个薪资啊。然后你工作两三年之后的话，你能达到我们一个十五到二十 K 的一个薪资，这个范围的话。 主要取决于你的一个啊、呃、技术水平，你技术越越高的话，你的一个薪资肯定越高啊、呃，因为我们整个 IT 行业的话是一个技术行业，以技术驱动的，所以你技术好的话，你能啊、呃、你能拿到更多的钱，技术不好的话，你只能拿到更少的钱啊、呃。然后这是我们这一个吧，然后这是关于我们这一个内容，然后这一个的话是我们整个课程，其实你只要跟着老师来学的话。 啊，学完这一整个课程并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啊，从零基础学我们的一个基础，学进阶，学爬虫，学数据分析，然后学我们的一个 Web，啊，后面的话全套课程也会送 Web，像我们的一个 f l a s h 课程也是会赠送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啊，这是我们这一个，然后啊有没有没有同学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如果你想跟着老师学的话，啊，可以加一下我们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客服老师。 啊，找可以找他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个课程，像我们课程是如何收费的，以及我们服务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相比其他机构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啊，以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你全部可以找他去咨询一下啊。关于我们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同学也可以问一下，我在这里也可以给你解答一下。啊，没有的话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吗？啊，有的话你就敲个二给我看一下。 啊、嗯，两个同没有问题是吧？嗯，这里，啊、嗯，只有两个同学在的吗？应该不是，可能有其他同学，啊、嗯，不是那个吧？其实我们这一个课程的话，并不是说你直接你直接看着这一个大纲你就能学得会，或者像你们自学一样。其实我觉得很多自学都有一种错觉啊，就是我收集了多少资料，或者我有多少资料，你就能学会。 啊、呃，像前面那个高薪薪资的话，并不是说你买了这一个课程之后你、呃，你就啊，你就你你学你你只要跟完课程，跟完课程出去之后，你就能找到工作，然后你就能拿到高薪的一个薪资，啊、呃，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个课程的话，会有一系列的一个服务。你不仅是需要报名，你报完名之后，你还要跟着老师啊、呃，系统的去学才行。啊、呃，这个是后面的一些方向吧。像我们这里主要是一个爬虫的，因为爬虫好找工作。呃，像这一个的话，以及有 Web 的。 像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里的一个类教学，像你跟着老师学的话，不仅是你需要报名，以及你交的钱，你并不是学学直接能学得会的，啊，交了钱之后，你还要跟我们的一个直播，我们是一个直播上课，啊，就每天晚上我们我们就是老师直播授课，以及会有作业，啊，会有作业，就每次上直播给你去讲解，然后讲解完之后，你还要去敲代码，啊，学编程的话，主要是积累一个代码。 代码量嘛，要多敲多练，敲多了，练多了之后，你自然就会了，啊！但是不管是直播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个作业也好，你肯定会有问题。 啊，这种问题怎么办？你抱着抱着我们的一个 VIP，我们肯定不能让你啊直接去百度什么的。我们这里也会有解答，有不懂的人你可以找到老师啊。不仅是我们课程中的一个问题，即使你是自己啊自己做一些毕业设计啊，或者自己做一些项目啊，自己学习过程中啊有一些题目不懂的，你也可以来问老师，老师的话也会给你解答。像我们这个解答的话，不仅包括于啊我们课程里面的，像这一个的话，在很多。 啊、呃，很多很多机构都都没有的一个，他只是给你解答课程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课程外的问题也给解答，啊、呃，以及我们。 除了这个解答的话，我们还会有考试，像阶段性的话会有一些考试去检测你的一个学习成绩，啊、呃，还有这一个回访，就就你学的怎么样？有有时候你跟一个课程，你可能中途有事，啊、呃，学到一半你突然出差了，然后你啊、呃，可能一周你跟不上课程，那么你后面你怎么办？一周没跟上课程，你直接看，啊、呃，看录播嘛？其实看录播也可以啊，但看录播的话没有直播效果这么好，因为直播的话你在学的过程中有其他人在跟你学，老师会去布置作业啊、呃，然后会统计你们。 的一个学习情况啊，然后在群里的话，也有人去进行一个交流，并不是像自己一个人啊孤独的学啊。到最后的话，你们还有一个就业指导，要去找工作的话，你肯定要去投简历，包括你的简历如何编写，以及你如何去找工作啊。这个方相关方方面的话，我们也会给你的，给你提供一个就业指导。 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像我们 VIP 教学方式的话，是我们就周一周二周四周五进行一个上课，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是我们的一个正式课。像我们的一个课程的话，是有一个直播和录播，全部都有的啊。这个直接直接在腾讯课堂可以观看。像我们直播和录播的话，都会提供一个解答服务啊。像我们 VIP 的一个教学服务的话，包括我们的一个解答，解答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QQ 微信啊，以及远程协助。QQ 微信的话不用说了，很多问题的话你直接问我，像我。 啊、呃，在这种讨论群里面，有些同学问我问题，就把问题描述一下，然后然后问我啊、呃，老师我报错了，你给我解答一下。这你这种问题我没办法给你解答，因为我清楚你错了啊、呃，但是我不我不清楚你错在哪里了。像我们这种 QQ 微信的话，如果你报错的话，你可以图片截图发给我，然后我看我就直接给你回复你哪个地方错了。或者有一些啊、呃、截图没办法的，你就直接把代码发给我，发给我的话，我给你调试一下，然后给你发过去。 啊、呃，然后再包括我们这一个远程协助，有些问题的话就，啊、呃，你你运行是出错的，但我运行没有问题，其他同学运行也没有问题，这个可能是你电脑环境的一个问题了，啊、呃，这个我可就可以直接控制你的电脑，给你远程协助，帮你排查问题。啊、呃，电子邮件的话，主要是我们的一个作业，我们作业是用电子邮件进行一个提交的。像我们课程的话，与课程配套的，我们除了一个。 啊，直播课之外，我们会有一整套的一个录播啊，课件、源码以及老师的上课笔记。像我们现在讲课的话，公开课的话，只有我们的一个啊，只有我们的一个上课，然后然后只有我们的一个录播。像这个源码的话啊，源码我们公开课不给，是因为想锻炼你的一个代码量。你自己学的话，代码肯定得多敲多练。像这种代码也没有多少啊，但是我们 VIP 的话，其实代码量是非常大的。你除了自己敲念之外，你还要拿一些代码去进行一个参考啊。我们还会有课件，还会有作业。 啊、呃，这个都是配套的，并不是说，呃，并不是说网站更新之后，我们的一个课件不能用的。课件不能用，老师又会去更新。然后课件中有一些网站更新，你也可以去问老问老师，这个我们全部会提供的。哎、呃，也包括客户的一个答疑，这个是老师一对一去进行一个答疑。像我们的一个问题的话，啊、呃，也不会过夜。 呃，最终的话，你赶不上直播也可以跟老师请教，找老师单独进行辅导，啊、呃，这是我们的一个教学服务，以及我们这一个解答方式的话，像这是我们解答方式，文字截图嘛，语音解答，以及远程操控，包括我们上课上课集中去处理你的一个问题，啊、呃，像有些问题的话，有有犯的同学比较多的话，我们就上课之前的话，啊、呃，我会提前到，然后给给集中去处理这些问题，啊、呃，像课后解答时间的话，我们是下午一点到晚上十一点，啊、呃，全部提供一个解答的。 然后这个课堂的话也会有考勤的，像你上课的话，啊、呃，如果你不能去上课的话，你要提前请假，不然的话会有老师打电话通知你去进行一个上课，啊、呃，包括上完课之后的话，你一,一遍没学会的话，你需要再学一遍的话，我们也会有这种啊、呃、回访以及 QQ 回访，回访你学觉得你学的不好的话，你可以重新再学一遍我们的一个课程，啊、呃，这是我们的一个 VIP 的一个课程。 啊，这是我们这一个，然后这这是这我们这一个啊、呃，多少钱？价格是吧？我们这一个课程的话，啊、呃，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价格的话，如果去啊、呃，爬虫的话，前面的话是一个幺九九九的一个爬虫，啊、呃，这个课程的话，在我们腾讯课堂上也有，腾讯课堂上也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腾讯课堂看一下，这个地方。 啊，当然我们腾讯课堂就是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话是我们幺九九九的一个课程，啊，单独一个爬虫课。如果你是找工作的话，如果你没有基础的话，我建议你啊报我们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课程。像这个系统课程的话，原价是我们的一个三啊三七九六三七九六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三七九六，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爬虫，加我们的一个爬虫，加我们的一个基础进阶，是幺四九九。 啊，系统爬虫课原价是我们这一个，原价是我们的一个三七九六，原价是这个三七九六，然后这个优惠价，优惠价是幺二九九九，二九九九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系统爬虫课，从零基础到进阶到爬虫，然后啊到爬虫，然后学完出去之后直接去找工作的，像前面八到十 k 的一个工作，其实是轻轻松松的啊，那些知识点你们也应该看了啊,啊，这一个，所以是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 不到三千块钱的一个价格已经十分便宜了，呃，想着是这个学生也可以也有压力，呃，是个学生的话，我觉得也非常好、啊，因为很多学生在大学里面你根本学不到什么，很多时间你都浪费掉了，然后一毕业的话你就失业了。大学，啊、呃，大学的话一毕业就失业，这种肯定也是不想要的。像我们这里的话，啊、呃，可能确实是没钱。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分期，啊、呃，分期啊，像我们的一个分期，分期的话，二九九九的一个课程，你可以分三期、六期、十二期。 啊，如果你分十二期的话，每一期就是我们的一个二四九，就算二五零吧，分期十二期，十二期每期，每期是我们的一个二五零的一个价格，啊，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即使你是一个学生，啊，不仅是一个小学生，就是就算是一个小学生，你应该，啊，也承担得起。其实这个价格的话，已经。 啊，非常便宜的，像这个价格的话，你能啊享受到我们的一个服务，像我们的一个直播、直播授课、直播录播、录播，啊课件、源码、作业、老师的解答、解答，啊这是你享受到你能享受到的一个服务啊。如果你一遍没有学会的话，你可以再学一遍。 然后、啊、我们整个的一个服务时间的话，就是整个课程时间。虽然我们啊，整个系统课程的话大概是三个月，但是我们的一个啊学习时间的话，时间是两年，两年。哎、呃，也意味着你这两年期间的话，不管你是毕业的也好，是你想重修也好，重修也好，重修就你重新再学一遍，还是你已经找工作了，工作中的一个问题。问题。 啊，又或者是，又或者是你的一个毕业设计的问题，设计啊，或者是你自己自己项目中的一个问题，老师都可以解答，都可以解答啊。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 啊、嗯，这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吧。其实你相对你你自己去学的话，你啊花一花两千多块钱学一个课程，相比你自己去学的话，我觉得节省下来的一个时间都不止啊，都不止这么一点钱。请问一下，有没有 Python 自动化运营方面的一个课程？